不要把汪文慧的三部曲一次把它弄完，再漏掉。其实我们是有设计过的，我们不要搞啊。一公几分，七几分高，两七几分高啊。来，我来。大家好，我是五月天。尖叫一下！大家好，我是五月天。大概叫在三月半而已。不加希望嘞。那个，其实我们在表演的时候，常常会有一些好玩的这个阿道理，那也是我们这个团的跟他不一样的事情。那下一阶段哦，这个，我们先感谢我们因为这个我今天带了很多 CD， 怕带不回去啊，我带了快200片 CD， 然后结果早上去演讲的时候，他带了50片，结果我们卖完了，所以我们今天只剩下5张龙出来跟6张，好像6张还7张那个提供阿健，所以待会要唱的要紧哦，无真正，我的物件无好卖安尼，来，洪明昌老师。感谢你，其实他也是一个很棒舞者，全国电音三太子冠军的，这是他教的。然后今天他拿到全国电音三太子冠军，看他像不像电音三太子这样子？他不用穿衣服，不用戴口罩，就像电音三太子。那你可以跟太子爷买那个 CD， 还包平安这样子。不被靠波比，不被我波比，谢谢。